所以我刚好制造了一个缝，一个缝，一个缝，可以让他们塞进去。夹缝，我也不知道。真的很真，太可爱了。太好笑。耶、yeah, ！全新的微波炉气炸烤箱。哇！早安大家，今天我就像一个小朋友要出去户外教学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兴奋跟期待。我昨天凌晨才睡觉，凌晨一两点吧，那我五点多就醒了耶，我就是兴奋到一个炸掉，因为我要准备去迎接我的生日礼物。我们微波了马芬，路上吃，还泡了咖啡。哇，我都快吃了才想到要露营，你忘记要露营，就开吃。迫不及待吃。太可爱了。我们刚刚就去了那个比卡比卡，还蛮可爱的。那我刚刚好可惜没录到，刚刚有一只猫猫，我刚好投在它的就是高低的位置，然后它就跑来帮我舔我的头，帮我理毛。真的，我们就要去带我的生日礼物，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预计只是要来台中吃个午餐，然后就要去带他了，殊不知我今天就像一个小学生要户外教学，我一大早五点多就起床了，太好笑了，是小朋友哦，对啊，我是小朋友，准备出发。是父母喜欢的人，父母认证，真的很夸张哎。喜欢这一类型的，再进去。早安，我的皮带这么好玩呢、啊，小可爱。然后我刚刚去做了指甲。就是闪闪亮亮的，结果我老公看到说，哇，这个怎么这么喜欢、啊、让狐萌接近你的方法就是找一件他喜欢的衣服。哈哈，扣子啊，扣子也要摇。现在因为他的关系，他藏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几乎什么事都在房间做。然后在1620团购的艾森诺剪刀，然后这家伙我们在包货，他就会这样一直在旁边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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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然后一直吵你，一直摇东西，而且会讨摸摸，所以就要你一直摸他。Hello， 我们要工作好吗 ？KK 是乖小孩。KK 是乖小孩。
太阳超大。今天是 KK 到家的第四天吧，第三天还是第四天，所以我们决定呢，先带他出来旁边的公园，让他习惯外面。那就躲在垫子下面，坐起来看呢。你敢探头了？前一秒还超级紧张的，有东西吃就有东西吃就好了。没有，就是吃好吃的。犬吗？有遮蔽。有遮蔽。你真的很好笑哎，他刚刚要去追旁边的麻雀。你又会害怕，然后又要去，躲在人的脚下，让你比较放松嘛。好了，我们大概去了公园半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准备回家，之后再慢慢拉长他出来的时间。先生，那是别人的货哎，你是在K， 小 KK， 那你霸占我的手，我要怎么工作啦？你会不会躺得太爽？好的，他还努力在包货。你看我的新的咳嗽。现在是下午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准备要再带小 KK 再去公园一趟。宝贝，我的天啊，才第四天，你怎么知道怎么爬上床啦？你是跳习惯了哦，没有要给你上来啦。还是喜欢原始的地方。他在家里都不太会这样躺哎。我要找妈妈的脚边。妈妈的脚边比较安全，你看看。然后又躺下。K K 啊，是不是觉得这里很不错？他站着真的好可爱。很少可以站那么久。先生，我这样到底要怎么工作？你说。Hello。你的山奈鬼。你不是要塞嫩，你是因为这个吧？你又来塞嫩，我这样怎么工作？你说，周 KK 把我们吵醒，前几天都没事，那应该是昨天，那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太忙了，没有陪他，所以昨天晚上他就睡翻了。然后今天就吵我们起床了。KK 吃饱之后就又继续放电，这里找找，那里找找。然后他爸爸说爬不起来。天哪，你已经成功爬上去了呀！自己再滑下去，你真的很好笑。你看，一直塞奶，怎样？你看，他其实是想要爬到后面的床啊，我们一直不让他上床。你都还没洗澡，你好臭啊！你都有便便味，你还要上去？今天洗完澡，你要上去再上去？两个多月、你怎么去抓人家鞋子？他想把他当土在跑哦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 KK。
的。天选哦、OK 欸，他喜欢你。天选之人，天选之人。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哇，那喷的脚都脏了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要洗澡澡了啦。拼命挖，拼命挖。很有成就感。很有成就感，我挖。Happy P。挖超深。他有点喘。对呀、啊，他挖土挖到喘了。哎、欸，看我停下来，他就要坐下来，太好笑了吧？耶、yeah, ，今天回爸爸妈妈家吃饭，就带着小狐獴，你看他一直跑来跑去，他刚已经休息一阵子，比较稳定，现在应该可以出来了。小心不要踩到他啊、哦！很小心。他这样子。K K， 你好小只哦 ，K K。你要我？他不会，他不会我。他不会我。他现在需要探视。你怎么攻击我家狗？他是跑掉。真的啊、哦？但他不会伤他啦，他就是追他，然后就跑掉的。你以为这是你的地盘呢？去攻击我的狗。我没有录到狗。哎、欸，我在攻击哪个狗？进来哦，你看到小狗。他站起来了。站起来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是下午4:45了，快要5点。然后他从出来就一直躁动啊、跑啊、玩啊，然后在那边因为又很新奇，所以完全没有休息。通常中间他还会休息一段时间，之前带回家嘛。然后今天就完全没有，所以一上车直接睡翻。超美，超美，把它底下，蓝牛整个是满的，好满到满到满出来。对。超过超过超过了，爆表，等一下爆表，不是。有吗？看不到。34多了。